掉的。五林比较漂亮，还是那个葫芦山比较漂亮？那没有办法这样比。哦，不同的。你如果现在你会说九族很漂亮，来看一下，这样是不是九族很漂亮？真的、啊。好，安尼就水啊，安尼就水吼，看了可以就水。对。所以你如果来对了季节，你都会觉得很漂亮。那武林有什么可以看的？武林哦，武林，你是要去过夜还是？就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有苹果花季啊，什么季啊那样？苹果花啊，有没有长苹果？有啊，有啊，啊，桂花是一点阿伟有苹果的呀、啊，哎、哦、呀、啊，很漂亮啊。对啊，你去看苹果花。嗯，啊，你等一下回来，你就要做这个方向。哦，看一下你。因为你今晚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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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个落来嘛。哦。啊，所以你今晚坐这个方面，你等下等下，你坐。啊，坐这个方面。啊，要去啊，坐这个方面。嗯嗯。五点半嘛，对，那个冰场，那如果